直播吧。9月28日讯，据中国足协官方消息，塞尔维亚籍教练亚历山大·扬戈雷奇将担任中国国家 U19 男足黄队主教练，双方已于今日在北京完成签约。官方公告，为加强国字号体系建设，增强 U19 1999年龄段青少年人才储备厚度，中国足协将在现有队伍编制基础上令组建 U19 1999年龄段黄队作为后备力量补充。为此，中国足协特邀塞尔维亚籍教练亚历山大·扬戈雷奇 Aleksandar Čankni 担任中国国家 U19 男足黄队主教练，并于2018年9月28日在京完成签约。亚历山大·扬戈雷奇 Aleksandar Čankni 1972年5月6日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，曾效力于贝尔格莱德红星、塞尔维亚 SC 悉尼、澳大利亚 S 色堡、法国FC 波城等球队，先后执教过塞尔维亚 U21 国家队、贝尔格莱德红星俱乐部、梅赫伦俱乐部、标准烈日俱乐部等多支球队，并获得过塞尔维亚足协颁发的2011年塞尔维亚最有远见教练。近期，扬戈雷奇将带领队伍进行集训。